大家好，这是来宾祥瑞同学啊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金飞的 P150 已经发布有一段时间了，大家都在陆续等候。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展示这一台，今天带大家去开箱。OK， 金飞 P150， 大家喜欢吗？这两个箱，一个是飞机，一个是药箱。这个是药箱的脚架，这配套了这个小螺丝来装这个螺丝，这个药箱的一个做支架啊，你看这个支架要进行那个配件是螺丝啊。大家收到过之后有看到很多这个视频，关于这个11号螺丝、10号螺丝跟11号螺丝是厂长推荐，这里一定要分清楚啊，不然的话也会导致这个断裂的。这里有个长杆子的话，这个位置要对到对到孔，这个要对孔的啊，跟这个一起对孔。对，从这里可以看进去，看穿的，然后看穿它之后有什么螺丝啊，塞进去，然后从那边推。好的样子，这个脚是平衡的啊，这个脚是平衡的啊，整个是非常稳的，它底座这个位置取下来，然后方便装这个横的。建议大家先把那个取下来，这样的话这个平衡方便一点，稳定相对。这时候把这个药箱翻过来装，那是更加方便一点。上面这个还是要拆掉的，拆掉的话就是装那个横杠的装。这里要装 M4 10个螺丝，就这个位置啊，就是3个位置，把它反过来啊。还有这个位置装的是这个 M4 16个螺丝，各位。这个安装的是这个 M4 45个螺栓啊，通过去4个点，它已经装好了啊，先把飞机拿出来啊。好了，好了吧？你看那个光子啊，在那边。来，可以看一下线束啊，来抬起来，线束在这边啊。线束在这边的话，就朝这边放啊。电机的话，这边我看得看啊，电机的话，全是 A5 的电机。安装桨叶的时候，我们看这个有这个 CW 啊 ，CW， 然后这边的话也有一个 CW， 所以说根据这个的标识来安装这个合适的桨叶。这就全部啊，安装好了啊。第二 P150 的细节，就是这个采用是个 AI4.0 版本的一个 D 站系统，然后这里是开关辅助，此前摄像头以及下摄像头啊，都在这边。向下拍这个啊，然后这个的话是。因为它有个贴心的设计啊，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位置，它还预留了，这样的话可以保持配重。药箱6尺寸以及7尺寸、75尺寸都可以保持配。药箱这个的话可以加注啊，让我们抽水的那个，然后这边的话开度比较大啊。150它电池是从中间这里放两颗电池，这样的话它重心更稳啊。所以说它有吊装版本的研发，用了150的那个电荷球啊，比以往的话更加小啊，就更快，就这么一点。还有蠕动泵的话比之前的话体积更小啊。这就是最新款的极飞 T150的开箱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。